国内金币目前增加富邦肺炎确诊个案，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虽然唐都伊个消息大家都当听，不过民众的防疫措施还是做唔得太大。现在外头疫情控制下，个人的风险还是要控制做好，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卡接接触外带最严密，大部分还是希望民众多多来配合。屯邦监区采访到武汉肺炎事件造成713名官兵隔离期都已经到位，也被事件无结果表示太规模疫情，室外送用人采检都会引进的株洲地检出隔离。国防部门针对也被事件进行检讨，除采购同国人来批治理，也表示讲南北夜航训练的监区方都会准备核酸检测试剂来做双检方诊断经济。英国一项研究表示说，用意大利武汉肺炎死亡人的资料库分析，发现大量死亡人已经采访到武汉肺炎桃园消失的市民卡家。国内感染科专家分析，现在武汉肺炎所成的透气道症头，或是位于卡道的后鼻症。也是日本同南韩都在防疫组连续假期期间，连带承认确诊人数都没到13人的韩国，国内机场开始有移动人。那日本还出现了7名的防疫组。首相岸田晋三为的措施公布，捍卫防控紧急事态新面貌。西班牙对今年总理提示运转太严，当年初期运通一点钟。总理总体时和宣布对措施提示朝台中运作公司停在待最严密。那法国还决定让公司紧急状态放松到7年24小时。